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礼佛三问讯，南无阿弥陀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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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南无阿弥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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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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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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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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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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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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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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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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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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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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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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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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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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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佛。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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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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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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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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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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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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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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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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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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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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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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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弥陀佛。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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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
阿弥陀佛。南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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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
陀佛，南无阿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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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陀佛，
南无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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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阿
弥陀佛。南无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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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弥陀
佛，南无阿弥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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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佛。大众请起立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，平等施一切，同发菩提心，往生安乐国。南无阿弥陀佛，礼佛三问讯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就在今年啊，今年的2018年的一月份，有一位莲友啊，就写信啊，寄到呢我们这个净土宗这里呢，给师父看，跟师父报告说呢，他自己姐夫的事情。他这位姐夫啊，是姓黄的，叫做黄先生。他在啊2年前被医生呢诊断说呢得了这个消化系统的这个癌症，所以呢每次拉肚子啊都会拉出血来啊，就是很辛苦就对了。不过呢那次啊经过化疗了以后啊他就好了啊，在去年呢就开始工作了。但是呢工作了没有多久啊，又发现自己身体不舒服，去检查了以后啊，他才发现啊，没有想到呢，原来呢这个癌症呢已经扩散，又在扩散，已经转移到啊骨头那里去。那这一次啊第二次得到这个癌症呢就很惨，化疗呢又没有办法能好啊，而且呢又有副作用，所以呢他这个身体啊越变呢就是呢越坏。所以每次啊这种情况啊看得多了，哎呀就知道啊，如果有一天呢我真的生到这么严重的病啊，我就肯定不要求病好了，哎呀我赶快呢往生阿弥陀佛的净土呢是最好的，要不然像这位黄先生一样经过一次一次的化疗，那真的生不如死。因为像这位黄先生他前前后后啊大概化疗呢20多次啊，天天呢几乎呢都没有东西吃，也没有睡觉，所以常常呢看到呢就有幻觉，就很惨就对了。结果呢就在这个今年的1月份，他在厕所的时候啊突然昏倒，就没有再醒过来了，就说就死了就对了。本来呢在这段期间，这位莲友呢写信来的莲友啊也有给他去开导念佛的，因为黄先生是他的姐夫。但是呢这位姐夫黄先生啊平常没有学佛，而且当时啊很多的宗教的义工啊常常跑到医院呢去传教去宣传，所以这位姐夫啊也没有打定主意说呢要念佛啊，直到呢这一次走了，哎，这位莲友呢才给他的姐夫啊这个黄先生呢安排这个助念，念南无阿弥陀佛啊。当时呢这位姐夫啊也才40多岁啊，40多岁得癌症就走了。他的两个孩子呢其实呢都很小，就才几岁的孩子。所以呢这位莲友呢就引导这些孩子说，
哎，如果说你们现在念佛的话，你的爸爸会带你呢去极乐世界呢，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去看一看啊，就跟那些孩子说那边很好玩的啊，有很多东西吃的，就这样引导呢这些小孩，因为小孩不懂事嘛，才几岁，哎，要听到这些，哎，有的吃有的玩的，去看一看，好像游乐园一样，那就很高兴啊，哎，就要念佛，希望这些过世的爸爸能够带他去呢这个极乐世界。结果还真的，就这样讲了以后啊，隔天这个大儿子啊就跑来跟这位灵友说，哎呀，舅舅啊，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，还真的去极乐世界呢玩一玩了。哦，这位灵友呢一听呢就要问清楚了。那这个大儿子小孩子啊，七岁的就说，哎呀，舅舅啊，昨天我梦到啊，是看到呢蓝色头发的，而且呢头发呢又是卷卷的，阿弥陀佛呢从这个窗口啊就跑进来了。哎，各位你看我后面的就知道了啊，蓝色头发的啊，头发卷卷的，哎，就是我们后面这一尊阿弥陀佛。而且呢这个大儿子呢就说了，爸爸呢是跟阿弥陀佛呢一起来接我的，哎，所以过后呢又讲了呢，哎，去极乐世界做什么，玩什么，做莲花啦等等，阿弥陀佛放光啦，地上都是黄金啦，很多菩萨呢飞来飞去啦，啊，大概啊讲的就跟这个经典讲的很像。我没有知道啊，各位，这个小孩子没有学过佛的，才七岁，没有读过经的，哎，但是这样就这样子呢讲了出来，跟经典很像，那肯定呢是真的。阿弥陀佛呢可能跟他父亲啊就满他的愿啊，在梦里呢就带他去极乐世界啊游一游。那另外一个更小的儿子啊，五岁的，听了就不满意了，哎，怎么我哥哥可以去，我就没有得去啊？所以那位莲友就问他说，那你有没有念佛呢？这小儿子就说了，哎，他当时不听话，他不念，人家叫他念了就不念。所以呢那位舅舅莲友啊就鼓励他说，哎，那你现在念佛就可以了，哎，才是五岁嘛，他就开始念了，哦，我想要去了，哥哥可以去，我也想要去了。结果呢过了没几天啊，这个小儿子呢也梦到了差不多所讲的东西啊，跟这个七岁的哥哥呢所讲的很像，只不过呢他补充说啊，爸爸的头发呢现在也变成跟阿弥陀佛一样了，都是蓝蓝卷卷的，他说啊，而且比他以前爸爸生病的时候啊，生病到很久嘛，所以病不好看，他说现在比生病的时候好看了，爸爸，所以这个小儿子呢也看到了。所以各位我们看啊，这位黄先生呢在这个往生前啊，他是一个呢信仰呢其他宗教的，莲友呢给他介绍这个念佛，因缘不成熟，这样就在医院啊就转到听到别的去了，听到别的就转去了，而且呢是一个癌症病到很严重的一个病人，虽然几乎呢什么呢都没有办法呢做到的，但是过后，哎，你看这个断气了，家人给他助念念佛，就这样子啊被阿弥陀佛呢接引到极乐世界去了。这就是谭软大师今天主要要讲的，就是靠佛力的法门。就算一个念佛人呢，他真的什么呢都没有，甚至呢还没有信仰，但是呢只要念佛，阿弥陀佛照样的出现。所以呢我们常常说呢念佛是没有条件的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位黄先生啊能够道净土呢，就是一个呢事实证明。他一个孩子才七岁，才五岁啊，也不可能随随便便啊没有看过经书就编出这样子的事情的，那肯定是他父亲呢已经到了净土啊，就加持他们这个因缘啊，安慰啊他们这小小的心灵一下。所以呢讲到啊这个靠佛力，就是没有条件的意思，靠佛力就是等于没有条件，讲的白话一点，靠佛力就等于别人送来的一样，这些功德都是阿弥陀佛送来的，人家送来的当然是没有条件的啊。但是有人说，哎呀，师父念佛不是一个条件吗？你我们还要念佛，怎么可以说是没有条件呢？其实讲这样子的话的人呢，都是有点糊涂的。譬如说今天呢，我们在家里呢，我们已经病倒了，在床上啊起不来了，结果现在要拿一个电话啊打出去了，告诉义工说，哎呀，我没有饭吃，没有药可以用。那别人呢，义工呢听到以后啊，马上把食物啊、药啊送到你的眼前。那你想想看，各位，这种你叫做条件吗？你会不会说，哎呀，是因为我打电话你们才过来的，所以是我打电话的功劳啊，不是你们这些义工啊免费送来的，你们都不算，都是我的功劳，都是因为我很厉害打电话你们才免费给我送来的。各位你想想看，会不会有人这样子讲话的？人家又不是我们的谁，又不给我们收钱，我们才一叫啊他们就到了，那这些是义工来的，这当然呢是义工啊无条件的慈悲心和爱心，你怎么能说这个是一个条件呢？如果是条件的话，那是要给我们收钱的，问我们是谁的，是不是跟我们有关系等等的。但是现在这些通通呢都没有问，一打电话呢就来，一分钱都没有收，当然这个就叫做无条件嘛。
像同刚才黄先生的公案、就跟这个比喻很像的。因为黄先生对佛法没有贡献、他都没有学过佛，也没有弘过法，甚至别人好心给他介绍念佛他还不要。那最后啊，别人呢往生的时候给他念这个南无阿弥陀佛，那阿弥陀佛啊就到了，就接引他到净土去了，一念佛阿弥陀佛就到了，完全不介意啊这个黄先生呢生前呢是谁。那这当然讲的就是没有条件，阿弥陀佛就是义工来的，就是没有条件的义工来的。所以呢讲到这个靠佛力啊，就是没有条件的意思，完完全全呢是阿弥陀佛给我们无条件的救度。要不然呢、是不能解释啊为什么这位黄先生呢是可以成就的。所以昨晚呢我们也有讲到，唐人大师说念佛啊是上言之极致，不退呢之风寒啊，就是说呢念佛法门呢、它是整个大乘佛法里面最顶级最好最妙的，就好像比呢这个山一样，每一座山呢都很高都没有错，但是最高的就是呢这个呢天空，你不管哪座山最高的始终呢就是这个天空，你再高的山呢永远没有办法呢跟天空来比较的。所以相同的，唐人大师说呢念佛法门是大乘之极致，就是这个天空，其他禅宗密宗啊就像大山一样，其他大山是很高没有错，但是最高的还是天空的念佛。想想看呢，如果说像今天这个黄先生的公案，世间还有哪个佛法能够救他呢？各位啊，他都已经死了躺在那里了，你还能叫他做好事吗？那不行啊。你还能叫他打坐参禅吗？那也不可能啊。还要密宗的大礼拜拜佛，那通通都没有办法了。但是念佛呢就行，就算自己本来不会念啊，大家人呢在旁边呢给他念佛给他引导，那阿弥陀佛出现了、他照样能够得生净土。那这当然呢是最殊胜的念佛法门。我们要知道刚才所讲的这位黄先生啊，就像孩子看到的，你看他说爸爸呢变成跟阿弥陀佛一样了，就代表说这位黄先生已经成佛了，成佛了就比这个禅宗的开悟啊，比密宗的什么转世呢通通还要好，那些呢是比不上的。因为这位黄先生呢现在呢他是跟阿弥陀佛一样了，跟阿弥陀佛一样的话呢其他的法门怎么能够比得上呢？所以不用说啊，念佛肯定是法门里面最殊胜的，这就是一个事实，我们不同意的话它还是一个事实。追根到底啊，是唯有念佛靠阿弥陀佛无条件救度的法门，其他的法门呢、就算他讲有靠佛力或靠菩萨的力量或靠什么咒语的力量，但是绝对没有像阿弥陀佛这种无条件的。因为阿弥陀佛连这个五戒十善他都不需要，甚至经典讲的是五逆十恶，念佛呢通通都没有问题。那想都知道啊，念佛肯定是最顶级的。所以呢这就是净土宗的教相，就是净土宗的这个样子。他那是说想要这个净土宗啊，马上就想到很容易的，就不需要说呢念到什么功夫不功夫的，也是安乐的，就说不一定要念要求到念到多少多久的，它也是一个靠佛力不是靠自己的，就算我们自己什么没有修为，阿弥陀佛照样度我们。所以昨天讲了净土宗啊这些样子呢这些特色啊不能不认识清楚，要不然呢我们会弄错。好像昨天所讲的这个汽车啊本来是四个轮子的，结果你想成两个轮子，那你肯定找到这个脚踏车，那脚踏车两个轮子啊你踏上去呢要自己出力出力去踩的，但是汽车是四个轮子，你坐上去啊完全都不用出力，所以你搞错了就很惨的。本来你可以舒舒服服坐汽车的，结果现在找到脚踏车你变成很辛苦在踩脚踏车了。所以相同的净土宗呢就是这样，它是容易安乐靠佛力的，那如果你想错就变得很难很压力，要靠自己肯定很惨的。那遇到阿弥陀佛啊他也不能够安心，这样子呢就吃亏了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仰靠阿弥陀佛愿力，人人念佛，人人往生，人人成佛。善导大师所开创的净土宗，是中国佛教八大宗派中影响最为广大、持久、深远的宗派，至今
已如海纳百川，成为各宗共同的归宿。